做了点饭菜一起来吃啊。除非你请我。小福，是你做的菜，你是名门正派的味道，我是在夸你。拜起司，拜见杨教主和夫人。本座宣布，封戴起司为法王之一，赐号为紫山龙王。看来你这位朋友是真的想逼死我们教主了。我今天只求一战，那我们就去碧水寒潭决一胜负。阴天正在。世台，目中无人。是。一个修道之人，取了个狠毒的法号，倒真的是耐人寻味啊。此尼姑什么痛恨明教，拯救苍生的都是屁话，这都是为了他个人的面子。全天下最幸福的人。杨潇，我们走吧。死尼姑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堂堂峨眉大掌门的爱徒自愿追随。看来季师妹是心甘情愿被杨潇那个大魔头侮辱的。闭嘴。你有身孕了，那你还这样乱跑乱跳的，下次不能这样了。小福，问你个问题。我杨潇对你真的很重要。姓杨的你别得意。你不喜欢我吗？白眉，和我相约比武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留下来照顾。好啊。那你为什么装病？我不装，你怎么能留下来照顾？我的妻子就是只知道整。把我弄醒，你也能这么理直气壮的吗？小福，我也该回峨眉。说来说去，你想的是你师父。